大家在玩智慧型手机游戏的时候，手一直挡住萤幕，是不是觉得很烦啊？这时候当然就要有手把才够过瘾啦。所以现在马上介绍几个好东西给大家，绝对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无往不利。赶快来看看吧！现在智慧型手机发烧，也衍生庞大的游戏商机。不过用触控萤幕来玩游戏，总是觉得有点不过瘾吧？这时候就需要游戏手把来支援啦。在美国正在举行的 CES 电子大展中，有两家公司公布了对应手机的新产品。首先介绍这个 Gentel 公司的蓝牙游戏手把，不但能以无线的方式连接智慧手机或平板电脑，如果把手机装上去，还能化身为一台掌上游乐器，甚至两人连线玩游戏，超过瘾的嘞。另一家美国移用公司则公布了两个新产品，这个 iCat Core 遥感底座能让玩家把 iPad 平板电脑放上去，让你的 iPad 电脑变成大型电玩，玩起来超爽快的。而 iCat Mobile 则是针对智慧手机使用，只要把 iPhone 手机放上去就能玩得过瘾，不怕手指挡住萤幕，甚至还能90度转换角度，这样玩手机游戏有没有更有 feel 嘞？想买吗？别心急，这些产品今年初就会发售喽，玩家们赶快存钱吧！